不给文君宴，一起沉默了。更多火药，应文就是这个下场，他对不了线了，不用管他了，用他的慢慢补刀就 OK。填饱他们，不急不急不急，他药也已经吃了，虽然没压到的经验，但是他的状态已经无了。他敢 Q 一下小兵，我一会儿就直接越他。背叛了我，手枪还是弯刀，我都无所谓。嗯，打不到。当心炸药桶！在那 Q。OK， 不亏不亏不亏。我就砍一下他，不亏。是不可能死的，小伙子，卡下他兵，给他卡住。OK， 很完美。这样回家就舒服多了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他也没补到什么兵，他就六个刀，六个刀已经废了呀。改一下标题吧。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你真敢！拉开，等他 W 结束啊，我怕他 W 把我砸死。他开 W 的时候不要 Q。还好我技高一筹。刚卡兵线有什么意义？让兵线往我家追啊，这样他亏的兵线会多，我亏的兵线会少，而且我一出门就可以在塔下附近吃兵，然后也不用出门就放眼，很安全。一般玩上单这种兵线肯定是好的，你其他线我不太知道，上单这种线是最好的。当然如果一般正常这种兵线的话是不能打架的，知道吗？但是我有自信，我就跟他打了。就反推线，像你第一波杀完他出门，刚刚那波兵线最好就是不要打架，最好就不要打。要是有自信，当我没说。反推线第一，他等级可能比你高。然后第二个问题，你刚出门没有做视野，打野可能会抓你。符文，符文，符文是这个，有点一个小攻速。吊在杀手码头上，烧吧！直接 A， 咕咕咕咕咕，舒服了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得不到的东西，山头上。
中找到了我的。这波炮车线直接回。中单蓝都不够用的。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他们最悲惨。三烈火大哥，我三烈火我会怕你？留个眼线在外面，死亡把我吐了出来。1163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？心情嘛，甩锅呗，还能怎么样？甩锅呗。好想再干他一次。我操，痛，太痛了。我 DF 也要把你做我了，哥把艾克了，早就无可再痛了。那我送塔去了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送塔去了。有点意思。这改个马甲重新开始送的荧光棒，谢谢谢谢。这波还是炮车线，我好像都不用亏兵啊，仇恨这好爽啊，兵都不用亏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，当心炸药桶。大海猎气，你打个闪也行。OK， 交了就行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更多火药，还不值什么钱，我抓一个石头也行。
屌，怎么打不过？没事，我故意给兄弟们打个窝，也故意死。言语毫无意义，训练才有分。当心炸药桶！丢，这也没。没事，刀没值钱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又一个！没有什么好处，烧吧！还他妈敢 Q 回来，这是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啊！我操，夸张这个人，怎么想的呀？点燃美好。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酸，爽到极点。快！玩脱的我，把自己给搞死存在的，因为把萝莉害死。他喵的！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我咋不敢上呢？Shut down！ 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说辞。再推波线。当心炸药桶！艾克在前面。夸张！破败还是厉害的呀，破败。破败这个装备还是真牛逼，主要我这波血量也不是很高。嘣！那不是坏的吗？嗯？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
哥们那不是坏大事。把坏人带给所有人。移动碎片。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又一个。就上路。他这是炸壶还是全被躲了？找到了我的憎恨。我看着他像炸壶。好受多了。人人有份。我两个先锋吗？哎呀，我 Q 手都抬起来了，妈的，有点无语了。我手都抬起来了，继续带下路去。死亡把我吐了出来。大没哦，舒服舒服。泉水就在眼前。泉水就在眼前，回不去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再来个贪欲九头蛇。我为什么车又没了呀？又一个，你又敢毁尼尔吉沃特？这种还是很烦，这种。失去灵魂。
妈真不怕死呀，还是假不怕死呀？假也不要呀，我真的个快搞这种东西。我叫。Killing spree.我感觉血刃好一些，等下个版本血刃神话装加攻击力就更好了。但是凭什么幽梦能加七点攻击力啊？这不应该吧？同样都是神话装，他为什么就一定要比别人高两点攻击力呢？我上单海洋之呆，十名不认可，这个加七点攻击力一定要削到五点，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就一定要比别人多两点？我他妈的，我这么痛呢？我 MT 好像没了，滑铲没了，滑铲用不了了。